文件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？在那里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生死，有的只是无止境的痛苦。 所有逼死我娘的人，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别管我！你为什么要学？我只能这么做。 鬼吧！看来今天这个怂样，你确定你曾经是天下第一的猎巫师？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学斗气啊？只要能变强，地狱为行。这样有意思吗？你没听我说完，教练，从中脉境海底轮出是个爆炸的。叫不叫？焚诀线，天下战；焚诀藏，一火光；焚诀费，斗火伤。 焚诀出，邪道诛。这套斗技入门容易，这过程会异常痛苦。让我活下来。玄中之圣言，全是混天不外传的高阶功法。这些字，你一个也不准看，它会影响你的心智，你会杀人成性的。刀剑杀人。 错的是人，不是刀剑。混蛋的恐怖，不在于摧毁你，而在于用诱惑诱导你。只有心一动，可以随意杀人。你真的不信任我吗？我就一定要整你给你看。太少跟毫无，我杀你全家。见识到了吧？这就是最强的斗技，人心。 灵魂，你什么时候还给我？那本来就是你答应要给我的，你忘了？我自命天下第一，没想到这些年，我却为魂殿养大了一个孩子。三十年河道，三十年河西。 把那剑扔掉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